录影 ，Action。来，GoPro还在录吗？还在。还在录，我们要吃午餐了哦。来，给你讲，我们要吃午餐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吃午餐了。拜拜。Action。告诉你要怎么录才漂亮，姐姐，我告诉你要怎么录才漂亮。这样子录，我你看一下这个美景，你看一下这个美景，别做动作，看一下这个美景。练习舞蹈啊。你看这个美景，看，你看这个美景，这样子，哎，你看啦。对啊，很漂亮。你看这样子，这样子录不好看，要这样子录才漂亮。就会给了。看妈妈啊，三、二、好。你要介绍啊。七、八、九。带你们登山，带你们登山，我在练习登山，这样你们就知道登山下山的痛苦摇晃感。我要上去再拍一张，我也要。刚才写的树很高吧？
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很刺激的感觉吗？还记得银杏森林是做什么的？嗯？哎呀，我会撞到我。嘿，哎，那里有堆石头哎。这是啥？太厉害。嗯。啥？这感觉像是一个纪念。那我也想堆石头。都枯掉了银杏，其实很尴尬哈。你要看漂亮银杏林，你就看不到这时候的武陵枫叶了，它还是会有点错开时期不一样的。你们最喜欢玩的是这个呀？我喜欢摆摊玩，然后把石头塞进去。想你要摆石头呀？等一下我。好。叠上来。